走了，跑者又走了，这一球捕手就直接传 safe。目前联盟的盗垒领先者王胜伟啊，这时候又补上了一个盗垒成功。在上半季结束的尾声呢，大家来赶一下进度。目前呢，王胜伟是17次的盗垒成功，余德龙是13次，跟林志祥都是13次啊，紧追其后。因为这个球投的比较低，所以对捕手的阻杀是不利的。那黄浩然也要加油，因为到目前的阻杀率然后只有1.2%，没搞。